OK，开始了，好了，可以来来来，好，这样我是听到是最好的。像我今天我 Alex，OK，我要介绍我自己，我是 Alex Chang 啊。所以今天我开这个 Facebook Live 就是要介绍我一个很久的同事，他有一个很棒很棒的见证，就是 Aurora Cortex 芯片，他穿了过后呢，他的见证是非常厉害的，所以我觉得不 live 是不可以的。OK，So 叮叮叮叮，来，就是。Hello，这位啦，跟大家 say hello，听到吗？Hello，大家好，你我好，叫丽晴。丽晴 Miss Lau，我是叫 Miss Lau，跟大家好。啊，哇，也是很上进一下哦。哎呀，很健康的，就是自然美啊、哦。来，跟大家再介绍多一次，给大家知道一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丽晴。我接触这个 Aurora Pen 现在就是我的这位旧同事了，很多年前了，十多年前的旧同事。哦，有十多年前了哦。有啊。然后、他就分享很多见证给我知道了，然后我也是在、我就跟他讲我再考虑一下了，我也没有马上答应他这件裤子啊，然后就。当时你考虑你要买这当时那考试你决定要买这个 Aurora Cortex 芯片的时候，其实是。要帮助改善你什么问题呢？我是想改善我的那个月经问题的。OK，月经的问题。月经的问题，然后我的那个美容怪啊，美容怪就很多年前就accident 电波多、就有一节跑出来了，就是跑位了的，我的美容怪是跑位了。就是那个我们先开始那个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就是他的那个尾龙骨的问题啦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然后就。你多年前 accident 啊，脚趾跌倒。在多久？几年前？很多年前了，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。哇，很久了哎。对呀、还没有结婚的时候、OK。然后就跌倒的时候就很痛，就马上去照 X-ray， 然后医生也是有跟我讲，我的美容骨跑位了。跑位了，然后就你的尾龙骨那边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节跑位啊？对，那就是那个皮肤对上一点。就你摸到的，我平时的时候都摸到了。或者你说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是哪里的痛？就是这个位置。上一点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。哇，这个都是一个蛮很。这个位置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很大手术，都讲讲呢。然后他讲就是跑位了就是有一节跑出来了喽、然后我就是之后是没有痛了啦，但是不能站久了，就去看中医哦。很多个中医一看到讲，手没长咯，一个美容骨。那 OK， 你再补充一下，当时你的那个是穿 accident 是大概想多久啊？十年前、二十年前还是多久的时间？accident 是应该到现在呀、有整二十年有了。二十年了嘞。有。夸张。对。所以总的讲，手尾长。中医咯，每一个中医我就给他看，就是他。有一个上次有看一个，他要帮我按回去，哇，我痛到喊救命，我叫他不要按了，不要。OK， 像在这个二十年里面的话，你的过程是怎样的？你每天你是怎么样会疼痛，还是一直继续痛，是这样的感受？可以来讲一下吗？他是不会讲很痛啦，就是会感觉到他痒痒痛这样，然后不可以站久了，我就一直要托着那个腰，好像大肚婆这样子托着它，很痛，很辛苦。其实痒痒痛是最痛的那个疼痛啊，我知道的，真的，人多人都懂的。OK， 所以就是到穿了这个裤子啦。穿了这个裤子， okay. 其实我穿这个裤子大概两个多月了，然后几时那个美容那个骨，我有时摸进去，不见了的那个骨。OK，它是本来是它有出来有一个我这样子摸，它会有一个骨摸得到的，现在是完全没有的。哇，很紧哎，没有没了哇。这样是 OK， 这样的感觉怎么样？接下来的感觉？就轻松了咯，不会讲那个腰痛啊还是什么了，就会走路也比较轻松啊。然后还站久会痛吗？站久就有时站久都没有感觉到，好像上次这样腰痛着了还 OK 啊。哇，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嘞，很值得嘞，真的，因为可以这样子穿着这个尾龙骨的跑进去，因为我们的 Aurora Cortex Pen 的话，因为我们有那个人体共振学嘛，所以它可以帮我们有那个调整的那个功效哦。那这个是第一个改善呐、就是帮助你那个腰骨的问题。然后第二个改善呢，跟力跟物力的，我那个听到我都怕。那个我老公都顶我不顺啊，就是老公都顶你不顺啊。对。
OK。就是我就是应该有六七年前了，就我子宫生水流，就开刀割了一边水那个子宫的，然后割了过后呢，就有好像反应该有一点什么了，每个月来月经哦，就会很辛苦，很够力痛的。我到回去看医生，因为有给我回去复诊的嘛，开刀过后看我的情况，我跟医生讲，做什么会来月经啊会特别痛啊，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感觉的。他讲 OK。经痛啊，买止痛药来吃啦。止痛药 ，OK OK。然后过后他就是复诊过后几次，他讲我的就是开刀的伤口很好啊，复原了 OK 了咯。然后我讲我来月经还是会痛啊，他也是叫我买止痛药而已，吃止痛药。对，然后就没有办法了，就回来也是每个月这样子痛，有时也是有痛到顶不顺，也是有出去外面 clinic 看医生。嗯。但是我记得阿Kim，你有跟我说过，你有跟我讲过，你痛的时候，你那天一定要拿 MC 的是吗？然后状况是怎样？我听到你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每个月就是痛到哦，要睡在家的，一定要拿 MC 睡在家的，没有办法做工的。然后就会不懂什么时候开始啦，就呕一整天，就是呕一整天，肚子痛加埋就一直呕吐咯，呕一天，去看医生也是。止痛止呕，止痛止呕，这样子给你药而已，他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，他就是止痛止呕咯。OK。然后就是这样的情况都有五六年了，有了。就是Kim的老公也是有在现在在现场这边的，你心痛吗？看他这样子辛苦的话，心痛哦。来他的老婆在这边，还可以，来给我该自拍一下，这样子痛了，这样子痛还是这样子窝着肚子啊，其实是蛮很严重的，做老婆是很心痛的。对啊，然后就是有时跟朋友讲起，他讲经痛有听过了，但是为什么会呕一天呢？我讲我不知道，就是会呕，没有人解释到为什么会呕。多久了？这样的时间，大概几年？痛啊，就是经痛，就是有五六年哦，然后会一直呕，就是这两年里面呢，就是一直呕。来第一天啊，我感觉要反胃要呕了，我就知道我是要来月经了。所以就拿 MC。就拿 MC， 就是睡在家里一天呕一天。但是连 MC 都是好像听说你老板都习惯了，肯定是 approve 给你的是吗？因为你跟我讲过吗？因为真的是在 office。也是呕，辛苦老板宁愿放你是吗？对呀，我就在 office 也是一直，他们就一直看到我进出那个厕所，一直进出这样子，就是呕咯。我第一次也是听到的，真的是很辛苦的。OK， 所以在你我这样对了，在阿罗拉普天去，你穿了过后的时候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改善呢？其实我穿这个阿罗拉片是大概两个多月而已啦，然后第一个月我就只是早上穿了，穿到晚上放工，我冲凉我就没有穿了。然后月经来第一个月，我也是这样子痛，我讲惨啦，有头肌痛，有顺搓成粉。顺搓成粉的来，然后、okay. 然后就有一天就遇到我的上线小薇。小薇，你小薇在这边。对呀、小薇你好。他就跟我讲，你试下勤力一点，就早上和晚上都穿，就是一直穿啊，早晚穿，你再试下。然后我就听话咯，每天就是早晚穿穿到这个五月份的来月经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前那个那种状况，哎，我就想好像。要来月经了，这么这几天好像少了一样东西是吗？OK， 少了一样。老公偷笑。OK， 然后 OK， 然后就第一天 OK 了，还有呕一两次，但是没有之前那种经痛痛到这样厉害了。然后第二天我还可以去上课，还可以去载我女儿坐公放工。他们还讲，哎，怎么这个月？周末这个月妈咪来载我们放工的，他、你不是来月经，他讲、okay. 我老公也讲，哎，来，周末妈，来，这个、我把灯开一下，来，他老公也来，你继续讲来，没有听到，睡在床上那边，一直
偶啊，哎耶哎哎的声音哦，他讲。坐这边一下，来我带下老公过来了，耶，来，是哎嗨嗨嗨，他的啊他的丈夫是叫妈，是一个也是很有风趣跟很疼太太的一个先生来的，来坐高一点，啊 OK， 哦 ，so 就是这样子，你的家人都感受到哎，忽然间自己会什么是吗？对，对，感觉像平常不一样了、是吗？嗯。叫啥啊？等你们继续讲来。啊，我就还就想了，哎，怎么这个月没有听到我那种就是很辛苦啊，又一直要呕啊，那种啊。有问题啊？那种问题，他都奇怪，连我女儿都会就是取笑我，哎，这个月妈咪来在我们放工哦，你不是来月经的吗？今天啊，所以我就想，哎，是喽。我想我这个月还 OK 哦，好像没有那种这样辛苦了。嗯。叫我来访问啊。很疼他的那个先生啊 ，Mr. Mark 啊，所以你当然你在他那个时候，你好像有讲，哎，好像忽然间奇怪了，少了几样东西嘛？你感那个时候感觉是怎样？你发现怎样发现到？啊，好像怎么怎样讲？啊，就感觉到没有像平时这样子痛。每次他来是痛到整个人是睡在床，什么都不能做。OK。哎，这就 OK 啊，你感觉到他没有跑进了。没有跑出跑进追厕所是吗？啊，又没有在那边叫了。有叫他平时？通道他叫有叫的。哇，平时这样子这样的过程，你平时是这样子安抚他的？啊，没有没办法，没办法哦。几年了，真的是很辛苦。说那个时候是很心痛啦。说现在发现到他这样子没有疼痛了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松了咯，松了咯。他可以做东西了，他可以做东西了，不用我做了。哦，家务他可以去做，不用你做了。哇 ，yes， 厉害！但是健康还是很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开心啦，对不对？哈、真的，因为我们都懂，女人来月事是肯定没办法，但是也是个很伟大的事情。我就是有时讲到，怎么有些人来东西都没有这么顾虑，怎么你这么顾虑？是咯，每个人的体质啦。说你穿了大概两个月，说你再继续第二个月的时候就 OK 了。说现在接下来怎样？OK 吗？现在人感觉的怎么样 ？OK 啊，都就是腰又没有这样酸痛啦、脚也 okay, 也是很轻松啊，走可以走很远都不会想要找地方坐啊，还是什么就很松。对，感觉到好像年轻很多了。他的腰痛差不多不久不久又来一次。哦。不久来一次，他又要吃药了。哇，真其实讲真的，吃药它是一个止痛。松肝银啊，松肝银止痛啊。那现在呢？那些药不懂在你了是吧？有说就说着，不要说了，说在那边说着，不要去看他了。OK， 因为大家都懂，吃药一定是有副作用嘛。嗯、然后有时是止痛药，还是cut掉我们的那个神经线的 signal 而已，它不是治本了、也不是治本了。所以好像考察都要考点碎片，第一段是让你的血液循环好，说变成了营养足够低，你的月经已经改善了你这个问题哦，真的是很多年呢，对不对？这个产品这样子有改对你们改善了、你们对这产品很有信心吗？就要去分享出去，有啊，分享更多人嘛，让这个多人受益嘛。对，会啊，会。会嘛？会，因为这样好的产品。对啊。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也是在试这个。你也是在穿是吗？有偷偷穿啊。偷偷穿他老婆的。偷偷穿我的。哎呀，偷偷穿他老婆的，穿的这样你感觉怎样？你穿没有？偷偷穿那不行，你要投资一件给自己，因为老婆已经健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先生，因为Mark 也是一样子，哦 ，Befeel 是吧？你喝 Befeel， 对，Mark 也是会看到 Befeel， 因为Mark 他是一个有时要熬夜修理那些萝莉的，要熬夜的，所以他对那个 Befeel 也是知道对心脏很好，所以是投资了 Befeel 咯，还是怎么讲？Befeel 怎样？吃了，星吃的时候跑厕所了。跑厕所是吗？一直帮你排，好像洗一样排，好像排毒是吗？有，还有这个其实一个很好的调理反应的，就证明他帮你 wash 咯，帮你洗咯，哎，很好。现在讲了过后，过后比较顺了咯。上星星吃的时候比较 OK， 比较够力啦，比较够力啦，好像吃到那些泻药。极好，就再帮你排毒，然后再给你建立，让你的肠胃好。他不是感觉到肚子痛什么，他感觉到好像要放下啊，就去看。哦，很好。这样接下来还有其他什么感觉吗？暂时还没有啦。所以其实是很有信心，对啊，因为他这个的确是个调理反应的。比如说在等着你好的那个见证哦。其实你身上有什么？你为了投资的 Befeel 的原因是？没有去看过医生的。哦，所以你平时也不会说很喘还是什么的啦，还是 OK 的啦。还
还 OK 的。OK 的啦，但是对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脏在里面是看不到的，啊、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懂。说有保健就有，讲一讲啊，就算你像我们健康，保健是对自己保住目前。保持目前健康的身体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、以真的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所、以真的是，哎，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所、以希望呢，这个故事真的是可以帮到很多人，然后再去继续的分享。所、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今天呢，讲一讲我们的 life 也到此为止了，这样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 OK， 拜拜。